民进党妇女发展委员会在母亲节前夕前往新店区址医院自费安养中心举办了爱妈咪母亲节亲思活动，活动中特别安排了嫡族亲思会长李亚平的子女于祥全、于小平也一同参与帮妈妈洗脚，让李亚平相当的感动，而他也提醒大家爱要及时，记得跟妈妈说声我爱你。母亲节前夕，民进党妇女发展委员会特地来到新店区址医院自费安养中心举办爱妈咪母亲节亲子活动，除了与长辈们一同欢唱卡拉 OK， 也邀请育新幼儿园小朋友带来活泼可爱的舞蹈表演。民进党妇女发展委员会这次是由会长李亚平、副会长新北市议员廖小青等人率领，同时李亚平的儿女于祥全、于小平也陪着妈妈提前欢度母亲节。为了替月明妈妈们消除疲劳，这次活动精心规划了嫡族亲思，而于祥全、于小平也一同参与，感谢妈妈平日的辛劳。一人负责洗脚，洗得李亚平是又舒服又感动，于祥全甚至还亲吻了妈妈的脚，让现场气氛升到最高点。所有的天下的儿女真的都不嫌弃自己的妈妈，好，不管她的手她的脚他们都不嫌弃她，嫌她脏。而且我觉得我有今天，我觉得我这个做妈妈的已经感觉到很光荣很骄傲了，而且我真的很爱我的儿女。新北市议员廖小青表示，希望借着这次的活动提醒天下子女，除了五月光辉的母亲节，平日也要多陪伴妈妈。我希望呢，亲老护幼的关系一定还要重置的，再次让大家呢提升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而不是只有尊敬。我觉得爱要及时，因为人家说孝跟顺是连在一起的哈，孝顺这才是做到了完美。然后要及时的对妈妈说出我爱你，妈妈，我多么多么的爱你。在欢乐的气氛中，安养院的长辈们提前度过了一个热闹的母亲节，也让在场所有人都体会到母亲的劳苦功高。母亲节快乐！记者陈平、张文琪，新店采访报道。